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怀着善心，一切拢以良善为出发点。唔通做出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甲言语，让自己成为福德在人间的亲善大使。服务众生，更进行这个工作，这是咱生命动力的来源。大乘菩萨的愿力是无有边际与限量的。在这个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力之中，咱不断地实践普贤菩萨的大行愿力，利益众生，广发大心。作为一名菩萨，咱应该多行三种布施，了益众生。
行财布施，受用决定应不欠款；多行法布施，智慧决定增长坚固；多行无畏施，应舍上帝健康长寿。此多行布施，利益有情，其实也即是伫个圆满自他，回馈自己。突破个人的强烈五境，才可能成就诸佛菩萨的伟大生命和丰富内容。每一种佛以及其名号，拢象征咱凡夫上完美的迄一面。当咱向佛陀虔诚礼拜的时，就是代表咱降服自己的傲慢、欲望和无明，透过礼拜来降服咱的烦恼心，进而使咱的佛性显现。咱一定爱会记的四个字：众生太苦。
深刻的体会，我与众生同在轮回当中流转生死，受无量苦的困境。你今仔日幸运听闻佛法，知苦断集，莫灭修道，但也阁有真侪众生，也阁唔知啊四地圣法，唔知啊有佛道可行。应该担起利益众生的大任，精进修德，奉献身心。money 白马凤，此六字大明咒，就是诸佛悲智力量的汇集，会当度脱众生得生净土，会当予一切人诸根清净，会当使一切菩萨圆满六道波罗蜜。就更加会当识别众生三毒，并且发展每一个有情的大悲心。此六字大明咒是会当改变自心，也会当利益众生的最上方便。大乘佛教的修学，对一开始就要有利益众生的动机。
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了后，就开始专注于佛法的闻、思、修。最后，更加爱将修行的一切功德回向化解一切如妙众生。真行发心，正行修持，皆行回向，就是菩萨自利利他的三大原则。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内心随时保持平和，和心一静，平安与喜悦，保持清明的智慧觉照，时时心怀感恩的态度，善待万事万物，并且尽量以物力、体力、甲智力奉献自我，服务众生，这就是实践菩萨之行。当然，在要接受无常的变化了后，颠倒会更加积极加用心。Thank you.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所以我们更加要把握当下。把握生命，把握时间，把握每一次可以奉献身心利益众生的机会。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日期5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八关斋戒护生暨蒙山施食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主法。下午2点，佛学讲座，阿弥陀佛48大愿，主讲湛江法师。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三星大悲观音道场启建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慧宣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6月7日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三星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早上呼噜个朋友忙着送包的，银行在找我说，可把把几条肉都给我们，我说可把圆满的，肉个他们几条这么准备的啦，女阿姨送个给我几条做了当呼噜的，这样呼噜切过嘛，呼噜匆匆的赶紧的过出来，你过了，女个给我，你过不远，你可能看啥样嘛我，阿个给我你你把长发的，你能呼噜朋友这个人三几人出吧。甚至于这种娘子吃给我的三十个干的一直给我这可能就是生命吃过的然后就是那个大龙就拿着你们喝过我们家的我给我的我就是妈妈人管的人们在经常的苹果上可能就是这三十岁那把你大大生这些年给我的干嘛就是可能呀这一点可能这平均不会所以就感觉可能可能就是送车那个第八次啊，全部呢，小干的可乐的苹果的家，有破家没给我送回来。可是，像我可乐苹果的有啊，这哦，那可乐的咋全部呢？可乐苹果的有啥子的？破家没给我送回来。这是可乐苹果全部的，这是送的里面，可乐送的里头的，这是我另外一种计划了。这呢，一个哦，可乐送的也不接受了，这上去等于，我说你送出来。我家出国游，出去上面到出国，他们找啊就别提这个，真好了，不用提到了，咱们就下班，对，啥拿了东西啊送，你上这个地，娘子就干了没了，他们这人就好了，这边的，真好了些穷嘛，我这人好了穷穷的就到，这就搞得呢，这啥管的就先买烟包吃个药的，买烟包那上这边的，咱们身体就不嘛。上马在民间是多年，我身边就把别人用。他们这上的弟兄，他们送看了嘛，那么说什么呢？这东西送，嗯，过来的过去身体就来了嘞。这龙啊，一送顶着一个叫啊，上级们就把药嘞，这些东西来。